妖精怪回星，小小姑姑贵族老爷。鬼如来应魔城之主他化成提邀请加入精灵魔城，参与台面上如火如荼的圣魔斗争。吉姆红吉灵受益众议。不母来妖魔中技高狂人，不母应急准过了一连串深入集中。鬼如来首先任务便是前往魁山阻止无意识影击溃月圣冥鸾防线，一靠很为为所问行动将要保操机关更营。鬼如来前来为所问好像归如关，为所问变主同时不思进去有关九星革命，准备一空南京攻击。五凤星火，哦！哦！如今一向进攻不中，一如来意唔尽量。行不完行，我不走，如意即死。然而鬼如来的疏漏却让看似已死的无意识影能利用慈光之塔神源再度修复生命。关公英雄铁定书问稳丢潜力，我行一天记起规模大军终究惨败于魁山一战，影响魔城深远。不久太荒神诀开启，鬼如来争取战功，首战即对上圣方代表黑衣剑少。不够细心修行，寒气空荡，大兵乱世的一个草根，这正是德言不义。德言，哼，有木流，无功心慌。哦，再高不入关，鬼杀的魔流，圣丹同人一阵。然而本能轻松斩杀圣方战将，鬼如来却没有痛下杀手，隐于背后的谜团逐渐浮现。之后太荒神诀最终战，鬼如来对战阿修罗。你收工，我一波不行之妖，鬼如来融合桃花仙体，一波仙龙之力量。中杀蛟，一雄最高神；万物之蛟，最阴之刀。冬季一番，阿修罗化作火天龙形，两脚高起。此乃阿修罗一雄杀蛟，神之杀。如来天，寒对地火，一段一心的。中交会有一股浓烟。鬼如来全力以赴为魔城争取胜利，让鬼如来赢得他化产图的绝对信任。而后天眼魔城更利用卧底于圣方的间谍六妹童子发动突袭。中刀行动。然而魔城战略部署竟已被圣方洞悉，六妹童子赴死。你就欢迎中计不计，容易机会西人，魔城兵败，独自对决海蟾尊的他化产提更遭重创，一切皆昭示着魔城之中另有圣方卧底。有我在此，谁个神功浑厚？你是人？此地不是你之重要，随西国以归都。鬼如来护驾长官也随之进入魔族扭转胜败的关键之地魔皇岭。就在开天魔岭一响之时，突然，不、哦，圣方真正的卧底，竟是本该无情弑杀的鬼如来。你之自信便是你的梦标。真正的鬼如来，从来就不曾存在。
滴滴滴哦。红个帝王真是为了树叶冲生的，以树叶之道，我们是模仿这边复兴，做种民间何必之为？小牛不知，那是以千古之阴谋，以造，以将我造，我必混，我必混出个酷毙人，一族人。不去该请你对出来得了这个秘密，你将背负最苦的艰难的命运。百般无奈，人手该飞，存在内心的危险，我虽就无法挽回遗憾，对如来只能专心暗忍。早在地如来遭魔刀影响之初，并与立足假扮的明鸾之手达成协议。以前因果中客不可为，不如顺势之为，一吹就动。以归如来心魂参透魔相，行。然而地如来不惜牺牲自我的宏愿，却成了立足利用的垫脚石。欲行明鸾，暗中拥有。这叫我必须行了，成个三路如来，决心消灭一切祸首，为如来亲往日升明鸾与假冒的运果地魂当面对决。五万哟，一心之中，我是这个五万，就行什么？你的一心之难，谁都谁要，要化牛干如来，一心的观心明。对视，正，完了，随意，这人无存自救。心之中所的魂命，为其地如来一生，不要背上了归如来最迷人的自救规律之力，注定要失败。哦！然而，鬼如来遇见福音于魔皇的都眼大家，为鬼如来开启另一条道路。既跟都眼老高，再需出宫一番。鬼如来与魔皇议事的对谈，解开长久以来心中执迷。本是地如来，又叫鬼如来，爱所相救。地如来心有各故，但鬼如来之心性，又为我令掌控。无妙实力，无错变。相守相守，父母永行。狂野之上，鬼如来逆转世中佛脉，以地如来面貌一战立足赤月。尊师重魂命，鬼步环球之台，岂有一回圣母吗？无休。无回魔，以力回魂。哦，用剑刺客赤红公牛，地主来新形象，武功配武，火神三将最雄关，五星胜利。呀，魂。起初哦，五行混动哦，这个焦雄辉最红一魂，阴寿中虎秀剑金星，
吾子红不心追，因公杀父反人臣，斗魂有心，公子弟五三将，贼不收兵将，京都反战谋兄。雄军不畏，树阴红雷，说停车接红砖。一天温水秀，妖气平地，怒力冲天，总之几声，有必各声音。八荒破土，我有本正从矣。当今诸处四官军，欲盖阴阴无幽魂。修密军七时受伤，至今不出冰山天门，就从翠烈寺庙。如飘渺魂身，一环镜头，一天东临。佛鬼真气相互冲突，令如来法相解裂，化作金芒消散无形。毁如来直杀恶念，确立于世。行孝无门，不是心，以温之心。虽。是行以无心，总有为终局。正行者佛见分说，为护如来初心，手持佛行禅那，终止佛眼罪业。阳魂虽在此，已得凶囚。无故无根。啊啊啊啊啊！那就是你。何必修行？归如来怒足之端，一嘴黑凶暴，顿时霄光灿烂，霄魂还击，一回重生都用。有机会，传敌一遍。九楼必雄修为一番，青龙根，我天师先造成，这是归神的关中性。还归东边，如来化身，世尊独行，我兄修罗斩掉死刑，不行神怒斩断因果，今作强人相关。佛行禅那敌对犀角齐断，善恶之争终归尘埃落定。结束了，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吉祥吉祥，万事潇湘，明官东顶潇洒，轮回如兄，天梯穷。地狱如来纵使创建云谷雷峰，成为万人敬仰的佛手，但心中对过往的执念却已成为困锁自身的心魔。无佛有经贵为兄，潇湘故故归如来。庄严圣明的佛者沦为立足嘲笑利用的骗局，毁如来成为世人唯一认定的真实，立如来的牺牲终归湮灭在层层覆盖的阴谋下。而今非魔非圣的血煞如来手持敌对犀角与佛行禅那出现，我非魔非圣，奇妙僧，三妖四帝，灵火灵，七煞如来。本该停止的命运之轮再度转动，将在力图猖狂的武林中投下何种变数？就让我们随着剧情推展，拭目以待。